些福利了，整点免费的我容易吗？我好嘞，我把机器开一下啊。可不是他，我整点免费票我容易吗？我给自己充电，自己家主播多刷点少刷点，那就是相当于给他老大，他老大多刷点少刷，能咋的呀？小心吧，小心眼儿是不是？多就多点，少就少点，能咋的呀？鸡酒那么多呢。好了，集结我已经开上了，兄弟们，多也没毛病，谁让他拉票多了？少一点。抢完了之后呢，一定要开通啊，一定要开通，一定要开通战役团。战役团开通了之后，一定要刷五张个人票，五张公会票。完刷五张公会票，包裹里边就有一个什么呢？谢谢我们的跳跳，包裹里边就有一个，就有一个什么了，叫那个，我还得看一眼，记不住。年度助威票啊，年度助威票。谢我们的天籁，谢我们的静哥，感谢静哥。前工会哈、啊，但是工会票数达到500万啊，500万个是不是啊？个是不是500万？应该500万，500万之上呢，第一个人呢就会有什么呢？第一个人就会有8800票，完了第二个呢是4000票，第三个呢是1314，11400票。就把人给跑蒙，不跑了。他这个不能过，他不能过到12点的，过了12点这个票就给你清空了。已经过去5个了，加油啊！新进来的宝宝没有开通战役团的，帮忙开通一下战役团。官方的奖励吗？是的。我告诉你，官方的奖励它都是有门槛的，你必须什么呢？你必须票数达到啥呀？票数达到50万以上才给你奖励。因为咱们上一轮的时候那两天嘛，就达到50万了嘛。如果说这两天拉票还是达到50万，我们还有这个奖励，前三名工会拉票最多的前三名。三方集结没有过的兄弟们，帮忙过一过下方的集结。感谢我圆圈哥，谢谢圆圈哥，没有抢的，记得抢票的兄弟们，我也给你们抢一下啊。帮忙了，帮忙了，没有刷10张刷10张抢票了啊，能刷
他开完战略团，如果说你要是说刷五张或者十张工位票，包裹里会有二十张。如果你二十张那个副那个不对，二十张的助位票啊，如果说你是守护团的话，包裹里会有直接有三十张，下方还差十三个我们就过完了。啊，抢了一三一四，这么厉害！可以开通一下我们的战役团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辛苦大家，让大家破费了，谢谢大家了，就差十一个了，还有两分钟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，宝箱不着急了哈，宝箱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开，帮忙，帮个忙，帮个忙啊，还差十个了，还差十个，今天跑的有点散，今天跑的有点散，等明天吧，明天还得跑。如果说到达五十万的票数，应该差不多。到达五十万的票数还得跑，还差九个。那跑我也愿意啊，那这是钱呢，发呗。那官方大大给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还差八个，还差八个。时间了，还差八个人。如果说小哥哥你要方便的情况下，或者一会儿进晚课，有好多兄弟们看我直播没有开通战役团的，能帮忙开通一下战役团，我们就帮忙开通一下，就一个歪力就好。就差八个人了，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，就有一分钟的时间了。现在十八个了，已经啊，现在十八个，还差七个人。一定要点这个哈，一定要滑动。可能说，哎呦不会，在这个地方看我。哎，看，它就变成蓝色的了。哎，它就变成黑色的了。点到蓝色的时候，你再点一开响应就可，一开一点就可以了啊，一开一点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没有滑动的兄弟，滑动一下，可能说不知道战役团在哪个地方。还有三十秒的时间了啊，还有三十秒的时间了。帮个忙，帮个忙，还差四个，有的找不着，我已经教你了，你已经会了，我知道你学会了，你学会了就帮忙开一个啊。还有二十几秒的时间了，还有二十五秒，还差。两个，你天天变魔术没有了，有个大爷们帮个忙啊！还差两位啊，还差两位，还有十秒的时间，还有十秒的时间，还差两个，就差两个了，救命呀！过来，我多难，就我多难呀！你瞅瞅，每天要滑来滑去的教你们这一天。太不容易了，给战役团的兄弟们唱首歌啊！太吓人了，就差那几秒钟，太神奇了哈！感谢，让大家破费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了，开始点歌了啊！每天都要，都急出汗来了，可不嘛？要不是差几个他就过不去了，这任务设置的也是那啥，也是比较紧迫的。开始点歌了啊！所有战役团的兄弟们，福利来了！全场想听什么歌点什么歌，最后一个，太神奇了！你们最后一个为点歌成功啊！最后一个为点歌成功，倒数五个数啊，五。上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截屏，最后一个人点歌成功，五四三二一，停，这不算数，哎，就算这个吧，算白虎吧，每日一哥哥点歌吧，因为下边他是那个有一二人什么的，不算数，每日一哥，但这个歌我确实也好久没唱了，正好给大家唱一个白虎。
千年修行，千年孤独。长夜里，你可知我红妆为谁补？可知红尘装修？哎，这个怎么是这个词儿？我就想着它怎么变词儿了呢？它为什么是这个词儿呢？这怎么跟以前的词儿也不一样了呢？情到深处，你有美丽起舞；爱到头时，我用歌声为你倾诉。寒窗苦读，进化了吗？海誓山盟，金榜花烛，却是天涯漫漫陌路殊途。和圆缺哥，还有我们的冰冰，谢我们的开心就好，还有我们的小小一切安好哥，也谢我们的一切虽缘哥。我今年二十一，谢我们的梦醒，感谢我们梦醒哥。偷偷喜欢一个人，
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谢谢感谢没有名字的小哥哥送来的宠爱守护。拉哥乱斗，说那么有票的可以上一上票了。嘿哈喽，哎呀，得有一阵没见了。艾姐、嗯、哎，扒脸上得有一阵没见了、嗯、得有一阵没见了，也是。哎呀，有了，得有半个月，一个月了。嗯，谢谢，没有感谢我们的金哥。一周哦，也得有一周了啊、哦，所以啊、哦，一周嘛，都有好久了，我记着、啊，得有个半个月，一个月了。嗯，嗯呢，那咱唱个歌去。行，那咱唱个歌，那我先来。行。好，谢我相识哥，嗯，对，这个就可以随便刷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就可以随便刷了。啥歌呀？我都忘了咋唱了。忘了怎么唱了，这歌换一个，记得看点下方的哈抢票啊，小爱新歌。谢我们的打打啊，红色可以当那个风流一样，可以刷礼物。你是否还会牵挂我，我最亲爱的朋友啊，但我决定放下所有，走上次自由的路。你是否还会陪着我，我最思念的情人啊，都已经那告别昨日，是想去未来的路。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，在这曲折生命的意义，我都看不着点了。哎，好，正好，行，我就唱到这儿。谢谢 NW， 谢谢我符号啊！谢兄弟们，欢迎我哥，兄弟们，咱一起上一上啊，一起整一整，我来一首啊，来一首这个《嗨嗨人生》。谢我纯，必须的哥，必须的币。幸福了，秀哥秀哥啊！曾经我们苦哈啊，现在雪球们越滚越大，越混身越掉奇葩，人像是被劫杀，你讲话开始结巴。我是桑萨爷，把我研发出新的技巧，总是出乎你意料，你是嘎的新交，乖乖我是真男神料，受爱戴，大家都觉得我坏，也想要学我的拽，听听这喝彩，你和我儿子一样的喝奶，少了我饶舌的色彩，内行的全部都大我这来，不需要跳舞举手投足间的叫，酒嗨完回家换尿，不带现在我是要跳，想出来就出来。小厨哥，小厨哥，嗨嗨人生啊，嗨就要趁现在，就算颠倒下来，还有我们都在，把握现在。知道是谁最屌，其他人像是在睡觉，已经闻到那味道，花蝴蝶在我身边围绕，围绕长饶舌我微妙，微笑你还没抓到那诀窍，黑板的兄弟弟，那我是肥料，哈，赚的还不够多，但其实也够用，像梦有般的生活 hustle 是和我像梦，波个别写我碰哄着饶舌梦在梦，龙白手起家靠空手，从小狗都到够动作轰动像风抖浪，麦克风我走唱，开关在我手上，嗨嗨人生 It's a shit， 用力的工作，用力的
钱里送礼串。我 can pray 送礼串。想出来就出来，被人走了。小熊啊，小熊啊，海海人生的海，就要趁现在，就算天塌下来，还有我们都在。把握现在，小白姐，小白姐。节奏没错，就是我显来不秀，你没听错，没听过，有点复古，就是信我，我还有订单。Got so everybody get down， 哇哇哇哇哇哇！破牌了哥，破牌了哥，破牌了哥！感谢我秋哥，感谢自由分享大哥，谢谢小王老师哦，谢谢，哎呦我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哥，破牌了，破牌了，哎呦我的，太激烈了，太激烈了！谢谢兄弟们，谢谢兄弟们，保住了，保住了，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，感谢家长。哎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相识是缘哥，谢谢那个常让姐，常让姐，常让姐，最后这太激烈了，五五的也是。嗯呐，哎呀，这给这个大哥卡一下马甲，这是新来的大哥。嗯，好嘞，谢谢大哥送来的飞机。嗯，大哥种花种鱼。嗯，这是极其幸福的一天，兄弟们啊！11月20号。哎啊啊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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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是啥？也是那个保个连胜节，也是当时。哎呀，我也是保一保，我也都保一保，嗯，都保一保，嗯。我这刚才一出来，我都慌了，这家，然后家长来了，慌啥？嗯、今天我生日了，今天也是知道了。嗯啊，那歌叫《嗨嗨人生》，嗨嗨，没有家一个哥们过生日说。啊啊！祝大哥生日快乐啊！嗯，也谢谢，恭喜相识是缘哥，喜嗨嗨人生，嗨嗨人生，嗯。破费了，破费了哥，破费了哥，完了感谢我玩啊，感谢兄弟们啊，有你的版本吗？我没录啊，哎姐我那次我听好像每天你都放啥啊，你都放那个就你录了好多歌是不是？就你版本的啊，就会你会录好多你自己版本那种歌。不会就一个版本呀、啊、就自己的歌吗？不是就是有的歌你都会那种翻唱那种吗？然后在直播间放。嗯，会呀、啊。因为有一天我是。当时没睡着，我回去去看你直播，然后我就进你屋了，进你屋，然后场控啥一直就放着，好多那个都是你翻唱那种歌，贼。对，就是录音嘛，就有的时候我直播间录的音乐什么的。那、嗯、你这等于说是，特意录的呗，还是直播的时候录的那种？就是有的是可能就是谁喜欢这首歌，我下了直播录一个就保存着了。完了，可能大哥要想听的话，就给发搁微信啊什么的，或者搁那个就是邮件啊，就那个邮过去，就是那个信箱邮过去。想听的话，或者是传酷狗，或有的时候直播间他们录的，就兄弟们，咱也应该录，把咱那个歌好好整一整。我这好多录的中间都是感谢大哥哦，欢迎这个姐，欢迎那个哥，就里边的会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也有、啊，其实挺好。我的直播间是基本上除了我直播间都是放歌的。那你直播间不放歌吗？我放都我直播唱的，里边有说话那种的，那不是就是板板正正那种唱歌。嗯，你可以录完了直播间放一放也行。回头见你、哦。好嘞，拜拜拜拜。好好好好好。嗯。哎呀，给我急坏了，谢谢谢谢，感谢自由飞翔哥，谢谢大哥。哎呀，我都感觉我要飞起来了，最后人。谢谢自由分享哥，感谢相识是缘哥，谢谢 NW 哥以及我们的圆缺哥，还有我们的男一号，谢谢我们的梦醒了，还有扎生哥、乔姑娘，还有师傅，也谢谢我们的嘎嘎乐哥。欢迎自由分享大哥，一会儿给你来一个自由飞翔，在你的心上，嘿嘿，自由的飞翔，哈哈。记得抢宝箱啊，兄弟别忘记了，免费票记得往出送一送啊！也谢谢啊，感谢我相识哥，谢谢相识哥，谢谢兄弟们。补票是不是？宝箱有的都忘记了，就光听我在那嘿嘿哈哈。完了，这怨我，兄弟们，不能说你忘了，是我没提醒，怨我。上一个厕所错过了，那也怨我，我没提前跟你们说，怨我相识，不能怨你上厕所了。这个怨我，不怨你们。今天晚上保鲜好快，今天晚上有团嘛，所以说就很快。欢迎玩哥，给大哥来一首《碰碰嗨》。
谁在唱歌，温暖的寂寞啊，白云悠悠，蓝天地久，泪水在漂泊，在那一片苍茫中，一个人的生活。宝箱啊宝箱啊，记得刷十个，现在宝箱快，记得刷十个啊，地址给我一下啊、嗯，把地址给我一个，别那么高的人容易嗝屁。对，下方集结，如果说没有点的，帮忙点一点下方的集结。兄弟们帮忙点击一下啊，真会
一共是26个，已经完成了一个。如果说没有开通的兄弟们，帮忙开通一下啊，帮忙开通一下。一个集结是一个集结，一个集结呀，集结是免费点的，召唤呢是26个，怎么又涨了呢？狗屁是啥意思？狗屁不就是完犊子的意思吗？那还有是什么意思？又有别的新名词吗？又整出别的意思了吗？这是如果说不会开通的情况下呢，就可能啊被什么挡住了，被年度盛典这几个字哈，就这个竖着条的，你可以在左右下方啊歌手滑动一下，你就看到了一个紫色的真爱团召集人。如果看到的情况下，大家方便的话帮忙扣一扣这个扣一扣那个什么那个真爱团啊，谢谢大家啊，帮忙开通一下。谢谢各位大哥，一定要送出来一个工会的付费的工会票，还差16个，这轮呢比上一轮呢多出了一个，上一轮呢是25个，这轮呢是26个。下方集结我们还差15个。12级的可以扣一下，就是你们12级了。完了，那个让场控老师给你上一下黄码。如果是12级的黄码的话，可以送给咱们的 U 盘。可以明天呢，明天这个时间他没有办法去一个一个去加你们的好友收集地址。你可以到下方的子频道12级真爱大厅，每天的7点到8点之间，他会在底下等着大家。有到的话可以去啊。感谢我们的傻二哥。还差十四个，如果说没有开通的兄弟们帮忙开通一个啊，谢谢大家。东北的东啊，东北的鸡，菊花的鸡菜，东北人的梦。还差14个，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啊。集结没有开的话，集结没有点的话，兄弟们可以点一下集结。我加追了是10万的红钻，大家可以去瓜分下方的10万红钻。没有送出10张个人票，大家可以送一下10张个人票。战役团送5张以上呢，就可以免费得20张助威票，会在你的包裹里边。还有十一个，兄弟们加油啊！好嘞，召唤这个是最后一个了，召唤最后一个，一共是需26个，我们已经完成了15个，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了，不要等了，一会儿又等过头了。谢谢无言哥，想抢宝箱的兄弟们可以刷10张那个工会票啊，10张工会票。没有点的兄弟帮忙点一点，还差11个了，还差11个，没有帮忙的兄弟帮忙打把手啊。15个，卡住了，兄弟们，游客大们可以帮个忙啊，帮个忙，一共是15个人。啊，一共是15个人，我看我能不能弹个关注啊？哎，好，可以了。开打！集结，还差十
饿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哈，没有帮忙的兄弟帮个忙，游客大爷们也可以帮忙点一下哈，只要你有外币就可以啊，有外币就可以。15个，一共是26个啊，一共是26个，谢我们一下好哥，帮个忙啊，游客大爷们，游客姐姐们，有小号的兄弟可以上一下小号。还有不到2分钟，一分多钟的时间哈，一分多钟的时间，还差10个。一分多钟，帮帮忙，就差10个人哈，还差9个人了啊，还差9个人，这个比上一把难度多了一个个啊，多了一小个，18个。回家的兄弟们，帮忙过一下集结啊，包括点免费的送一送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，还差7个，还差七个呢，还有7个呢。现在还有50多秒的时间，还差6个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还差6个，要不然我们前面20个就白努力了，还差6个啊，还差6个，还有40秒的时间，还有5个，每次都太艰难了，最后那几个，感谢，让大家破费了，能帮忙搭把手的兄弟帮忙搭把手，还有30秒的时间，我们就差5个，就差五个了，没集结的兄弟们，点点集结。不要放过下方的10万的红钻啊！救命啊！救救你飞吧，兄弟们！游客大爷们，还有10秒钟的时间，就差4个了，就差4个了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还差4个！倒数计时了，还差三个了！能帮忙的兄弟们就帮忙看一个哈，帮忙看一个，就差那几个了。完了，非得帮我省。欢迎 L 媳妇儿，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，差3个太可惜了。同时还是要感谢我们前面23个就是帮忙开真爱的兄弟们，来首歌送给大家啊。开打开打，幸福的时分，这座城多了个
的非你莫属哥，谢我们的小灯泡，感谢我们梦醒哥，还有总的呆风哥，谢谢我们的柠檬哥，还有飞明瑶，谢谢我们的安哥，以及我们的阿信哥，也谢谢我们的永恒哥，感谢我们的男嘉宾，还有医生哥，谢谢龙狼哥，还有我们的桂霞。包里免费的一定要把那个免费的送出来啊，那如果不送出来，这个到凌晨哈，还有几个小时它就会过期了。感谢我们的奋斗哥，谢我们的时间一老哥。当时张牙拆，哎呀，谢我们的阿奇，宝箱快90万了哈，注意一下宝箱了，兄弟们。嗯 ，Hello， 谢谢我们的林哥。抢那个箱子吗？对呀，抢宝箱呀。好吧，嗯，姐姐，我们唱歌吧，好不好？行，那你先还是我先？你有准备好的吗？我先把他们点了首歌。嗯，行，先我们欢迎桃园哥。嗯，哒哒哒哒哒，大家什么想听的可以跟我说哟。不会唱的，我等我试一下那个《迷失幻境》吧。《迷失幻境》的话，我学了一点点。别哇啊了，行吗，同志们？水袖轻落，唱悲欢，唱离合，无关我。山开合，锣鼓响有我。戏中情，戏外人，凭谁说？观将喜怒哀乐。谢柠檬啊，感谢还有媳妇儿哥，还有媳妇儿哥，我也来一个啊！注意宝箱90多万了啊，兄弟们，没有刷十张的公会票，大家可以刷十张公会票。手
首还有一小段唱了哈，送给两个频道的所有的小哥哥们。双星睡着了，水深火热的我不快乐，我曾大雨之中挽起袖子迎风而行，害怕停下脚步，整个世界突然落空，我跌跌撞撞敲开一丝所谓成功，只为家里笑声能再多一点，我在空送来一个手帕，我愤怒命运不公，最后默默允许了野草遇见熊熊的烈火，我曾大雨之中挽起袖子迎风而行，害怕停下脚步，整个世界突然落空，我跌跌撞撞敲所谓成功，只为家里笑声能再多一点，我在狂风暴雨夜里哭到喉咙沙哑，谁人能懂我呀，哪怕送来一个手帕，我愤怒命运不公，最后默默延续了小野草遇见熊熊的熊熊的烈火。好了，这首歌就唱完了，歌的名叫《我的一生》，送给所有拼搏哈，还有努力，还有奔赴我们这个打工的呀，还有创业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，都辛苦了。打工魂，我们都是打工人。对呀，对呀，谢谢我们的梦想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也谢谢大家，思思的任务过了，也谢谢素颜哥哥，然后谢谢谢谢空哥，谢谢功夫茶。你这是要下了吗？啊不不不，没有，就是任务过了会轻松一点嘛。哦哦哦，下午说现在这么早啊，这才十点呀、啊。嗯，不下不下不下，等我还是凌晨钟还要继续过任务，天哪。哦，宝箱没有开吗、嗯、宝箱刚才开过了呀，没有开吗？啊，拜拜拜拜，我们拜拜拜拜拜拜。宝箱是开过了的呀。周边大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？开了呀，开过了呀。是不是光听我唱歌了？哎，又怨我，怨我，怨我！哎呀，唱歌又这么投入，就听歌都忘记开宝箱了，怨我，怨我！哎，那以后宝箱到的时候坚决不唱歌了，两次了。抢了五十张票哈，好嘞！哎呀，对，我的免费券还没送出来呢，我要送出来，要不然的话。多少免费票啊？二十个。哎，是二十个吗？我没有抢啊，五十个，又来五十个，我抢了，我说的嘛，把免费票送一送了哈。抢到十个，抢到五十个，哎呀，恭喜柠檬哥喜提黄金罗盘，抢到五十个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我包括里有八十个，那你发了呀？欢迎四年哥。每天都五十个，那五十个行，有的时候还抢不着呢。好，感谢一下我们七连榜的兄弟们。飞翔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谢谢我们飞翔哥送来的灰烬，谢谢。哎，谢谢我小师傅，谢谢我相识哥，还有柠檬哥、NW 哥，还有我们的无。以及我们的圆圈哥，谢谢我们的邓婷哥，还安佑媳妇儿，哎，谢谢我们的人车店哥。
首《自由飞翔》，大哥就飞走了。欢迎小龙虾哥，没等唱完就跟着我这首歌就飞走了。你都没等，你都没听我唱完呀？那给那个给大哥来首这个歌，谢谢我们的柠檬加水哥送来的主播票。告诉我，我就不唱歌了，要不然全忘了。今晚好听，必须好听。像是两个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还有 NW 哥、圆圈哥，师傅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呀？年度助威票算不算年对年度工会票？算的，嗯，算的。但是那个好像是不能抢票，但有说是能抢票，啥都算的。最好就是能刷那个什么票，能刷工会票就刷工会票，嗯，工会票五个工会票，真爱呢有，如果有真爱的情况下，五个工会票是有免费的20张助威票。欢迎子墨哥，欢迎星铁哥，啊，积分不一样，对。有相识是缘哥，相识谢谢相思锅。
来一个，马上高光了，我来个乱斗。完了，高光的兄弟们哈，高光有可能会快摇这个任务条，嗖嗖的。那就是，一张工会票等于十张助威票，懂了吗？这个这么一说就懂了。哎哈喽美女你好。菲尔。哎你好菲尔。菲尔姐。哎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嗯，你好，你好，嗯，嗯，早就听过你了，今天能够有缘能够连到你，真的很开心。啊，谢谢。那我们唱个歌吧，谢谢 NW 跟向史泽，谢谢兄弟们。那我们就唱个歌。榴莲在不在？咱俩好像有内、那个、谁有内放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菲儿姐是我开了，不好意思。嗯，那咱俩谁先？你先还是我先？啊、要我先？我先吧，我唱歌难听，我先。嗯，好的，我给菲儿姐啊。嗯。干了这
来着，我们两会听吧。嗯，好听好听，深情听啊。谢师傅。我也抖起了脚。谢谢我东东哥，感谢玉小可啊，谢谢师傅，谢谢罗河之道大哥，感谢家里的大哥，祝大哥中华中鱼。哎呀，一说中龙宴殿堂，殿堂是吗？恭喜大哥，欢迎明星升格。我以前啊，那个时候我没有来 YY 直播的时候，然后哦，是刚来 YY 直播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。当时的我特别骄傲，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是我爸发了一个视频给我，就是你。我爸说呀，这女的唱歌好听。然后我爸发了一个什么视频的呢？就是你唱的，大概是一个两个视频给我，一个是一首就是说那种类似于草原一样的歌，有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大悲咒。然后呢，你大概是编了一个什么那种彩变，然后一个电风扇在旁边一直吹，然后呢那个节奏特别好，然后当时我就把那首歌我看着你我就模仿了一下 copy 了一下，完了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吗？都是对你已经成功的打入了中老年圈。我爸除了相信骗子就是你了。非常受欢迎，是真的。你唱那个歌就是，因为后来我爸把那个视频发给我的时候，我说我跟你说，这个女的跟我一个公会，跟我在一个平台当主播呢。啊，她是主播啊！我说，这唱歌好听，她应该有很多粉丝嘛。我说她特别厉害。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我爸应该也会，他上次我跟他说的名字，他应该也会看你直播，听你唱歌。他会有那个 YY 号吗？他有吗？没有，他不会开登那个号，以前开不会，后来登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给你刷钱。嗯，那我估计不会的。要刷的话还指定刷给你，不可能刷给我。啊，对对对，他在我直播间。那不是，那为了自己的喜欢的唱歌的善良的礼物还是可以的，你几朵花免费还是可以送的。嗯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欢迎一往无前大哥啊，欢迎，完了欢迎兄弟们回家。因为谢谢，因为刚刚你在这里放歌，我还直播间兄弟的让我去学学你，要多放一点这种有节奏欢快的，看你直播听。哎呀，不用啊，我觉得你这，我觉得咱这坐那就是才艺，真的都不用那啥。我就觉得你往这一坐，我就两个眼睛就一直看着你，都目不转睛。我的直播间基本上他们都不看我。刚刚是这样子的，故意的。基本上都是听歌。我们比较肤浅，没有不会唱歌。我家大哥觉得我不会唱歌，说我没有才艺，说我没有内容。这还没有才艺，唱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别听他们乱说。嗯，可以的，谢谢，咱颜值够用，唱歌也够用。嗯，啥都够用。谢谢 CR 姐。过誉了，太开心了。那我们下回有机会我们再见了哈，拜拜拜拜，有机会再见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挥袖当歌，人生几时有？辉煌时刻不忘老朋友。给我说上火了。谢谢我们的如影哥，感谢我们的苏富哥，谢谢，谢谢我东平哥，还有狗哥、呆风哥、NW 哥、欢迎晴哥，谢谢我三世世缘哥、红颜哥，还有我们的火火哥。不装了，我是他妈，占便宜了怎么办？你怎么能占便宜呢？真是的。满满，欢迎别闹哥，还有爱一辈子 ，Thank you， 他爸年纪跟我一边大吧，我不知道相识哥，我也不知道他多大呀。在 YY 上，我年纪这玩意儿看不出来，18和28、38都长得一样。也不知道他爸是48、58还是60。真的那么严，太吓人了。看不出来。
晚上好。我都50，你已经像是个50了吗？哎，其实咱们家这个中年之上的兄弟们还是挺多的。52岁。为啥我的粉丝这么铁？应该基本上都是中年比较多。嗯，因为中年比较多，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在我的直播间呀、啊，或者什么40哈，我30出头，30以上吧，30到50左右都非常多。有的时候说，哎，飞，你的粉丝为什么这么铁？其实跟年纪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关系的。还有的时候我是80的，我是92的，我的妈，我还心想，哎呀妈，你都80了。我也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不啊、嗯、还有说我是92的，我的妈呀你都92了。92年的啊，92年的那是，我是70年代的嘛，说明基本上奔着才艺来的。嗯，有的时候咋说呢？跟大家聊几句贴心的嗑吧。有的时候就是也挺开心的，也挺自豪的；有的时候也挺郁闷的，也挺自卑的。怎么就现在怎么就没有人冲着我那美貌来的呢？你想多了，哎，欢迎外卖小哥，他奔我口才来的，我口才也不好呀。扎铁上了，嗯呢，老信呢，扎铁上了。再说哈，你就是本来是30岁的小伙，都被我熬成了快40岁了，可不，我直播都6年了，冲着我跳舞来的，你不要安慰我了。我不敢说别的哈，在外外也好，或者干什么也好，因为咱们家的第一。啊，咱们家的人性格比较稳重，嗯、也没有什么特别冲动的那种，嗯、再一个呢，可能都是，再一个就是都是有家有业的哈，就是说有家庭啊，有自己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生活的，大多数基本上哈，这咱不开玩笑的说，我也不丑啊，本来人家也不丑，讨厌你，而且呢，咱们家的粉丝粘合度、忠诚度是 YY 上应该是最高的，我觉得，因为你就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家都是最铁的啊。但是可能说消费上哈，没有上别的间之前，夸夸就好几百万、好几百万那种。但咱家你就说百八、千八、万八的，基本上不断。嗯，咱们就打时间长的战，有从刚开始到现在，还有说从1年、2年、3年，一直每天都这样的。就没有说突如上去突如下来的那种，全是比较平稳的。你看有的小哥哥天天百元榜，天天百，有的小哥哥天天千元榜，天天千元榜。嗯，4年的老粉了，都比较稳定了。嗯，谢谢我们的广州哥。你要说我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呢，也可以说是。你要说，但是我到啥时候我自己觉得我饿不着。是能熬死对手的人吗？我觉得我行。谢谢我们的小哥，感谢小哥 ，thank you。我觉得我能行。我每天都是10元榜，对呀、啊，就好多每天就是给我刷六六坚持的，有的每天都是100元榜，就这个坚持。嗯，我是半个月粉，拉倒吧，你半个月粉，你都14级了，你号买来的呀？我60了，你还叫小哥哥？大爷，
咱必须得年轻，在现实咱60，在网上必须30，一毛打算吗？算呀，你得说就是每天固定看直播的那个人真的就非常固定，有的人他真的不固定，你就像不是吹，就像我说的守护的话，有的主播可能是榜比我高，但直播间人都比我守护多，这我不吹，我也不是黑哈，这一点我还是挺自豪的。那我总不能拿我自己的短处跟比别人的长处，我要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呀，那我指定要显示我的优势在哪里啊，我的自豪在哪里啊。我来三天，你来三天，你我打你，我你来三天，我是冲你牙来的，我少颗牙是吗？过两天就长出来了，要不怎么叫水母？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就是相当于稳定，从来没有什么忽高忽低，基本上忽高忽低只是有活动什么的，没有活动的话，我的榜呀或者什么的人呀都特别的稳定。只要平台稳定我就稳定，我是跟平台挂钩的，我不跟别人挂钩，我跟平台挂钩。刚来的小哥哥说还不会开守护呢，点我头像上方就可以开守护了。还我不作妖就稳定，你们不作妖我就稳定好不好？还有更扎心的，你也高不起来呀，切，我想高我照样能高起来，我就不想高起来咋的呀。我告诉你，给你撅出去，别老拿豆包不当干的，贱轮你。虽然说我不冲动，我要是把所有人调动起来，那一般人整不过咱家，卖房卖地也可。但是我都说大哥别冲动，咱还得房子还得住呢，车还得开呢，地还得种呢，孩子还得养呢，媳妇还得哄呢，日子还得过呢。嗯，怎么整的缓冲过慢，下载了这个伴奏怎么把小孩卖了刷，那你是犯法的。欢迎展天哥，欢迎陈哥。完了，这歌是不让唱了。你看，我每次一到这儿，他就基本上缓冲一下，瞅瞅，也不知道是咋的了，是我酷狗没交钱呀，还是我酷狗没咋地你啊？你这，啊，就给你放到这儿，从头给你放，我不唱行不行？不续就不给放呀，开守护给马甲吗？对，给了两个守护就好。你要开999的话直接给。欢迎我们的男一号嘉宾，欢迎大好哥。再说那么来首歌哈。人生要一起走，有福同享，有难逢手，一声问候，温暖又
们心里，谢谢我们的唐朝和海春哥，谢谢我们的牛哥，还有我们的乔姑娘，谢谢我们的习惯哥，感谢我习惯哥送来的公会票。啊，手是得休息一下啊，有票的大家可以走走票。包里的，包里免费票。哎呀，现在已经宝箱88了，没有刷十张公会票的兄弟们可以刷十张公会票啊，瞅着点儿。你要到抢宝箱的时候一定要刷个屏，我这一天老丁唱歌啊乱斗啊什么的有时候就给忘记了。羡慕的那个一切平安哥，我喊一声比你们刷屏还有好使，因为有的时候刷屏了，有的能看着，有的看不着。你刷一屏，刷一下屏的话基本上都能看得见。欢迎兄弟们回家。谢我们的严哥，感谢我彩涛哥。我看看，我弹个窗。谢我们的走路带风哥，刚刚回家的兄弟们记得，我下一点。刚刚回家的兄弟们记得把棒骨里免费的，还有守护团的兄弟们免费的往出走一走，还有90万了啊！啊，现在是90万了。谢谢我梦的怒放哥。当当当枪，你张什么张？中国几十个亿，你新年好盛会。谢谢我们的思念哥，感谢梦的怒放哥。谢谢我们的公子哥。现在已经900万了啊！化成了灰。那这就是化成灰呀、啊！啊，能这么认吗？一缕青烟，化灰尘，化成灰，差不多嘛。化灰尘和成灰一样的，化成灰了吗？吓人唱的、啊。91万了啊，91万了。你唱的太吓人了。欢迎三里清风哥。一样吗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一样吧。哎呀，我先不乱斗了，我们把那个宝箱完事了的话，写反着来。谢我们的盛哥，准备开始抢钱了啊！没有刷十张的兄弟们，记得刷十张。谢我们的快乐哥。93万啦！抢什么抢？整什么整？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。原则不一样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差不多就行，差不多就行，差多少我也不知道。感谢我们的秋意，感谢我们家秋意，谢我成功哥。刷66也行，刷520也行，刷10张也行，刷1张也行，刷的多，抢的多，兄弟们啊！没有抢宝箱的兄弟们，想抢宝箱的兄弟们可以刷10张公会票，就这个公会票，刷10张之后呢，就可以抢我们的宝箱了。免费票呢，抢完了之后，随机会啊，随时那个随后呢，就会把这个你的票呢，免费票送到你的包裹里，包裹里直接你就返送出来就可以了。谢我们的七牛哥，谢我们的七牛哥飞机哥子，主要歌词写反了，一样的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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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牛哥 ，Thank you， 比起。95万了啊！感谢我们的潘高。
票的兄弟们可以抢一抢票，看谁抢得多啊，看谁抢得多。我们现在最高记录6666张票，最高记录。咱们家还有抢到2500个啊，谢我们的何哥，还有谁？谢谢我们的数字哥，感谢数字小哥哥。95万了啊！谢我们的新哥又阳哥，开始抢，要抢票了。这个呀，你得手快，而且注意力要集中，千万不要看我。你就刷完了10张，一定要看下边啊、嗯！我也来10张，好，我看看，我也整个10张啊。为什么人家刷10张那么强，我刷10张就是50张呢？我也呀，我跟大家说哈，点哪里就是开的时候宝箱会在这个地方出来，会蹦出来。你等没蹦的时候，你就点宝箱这一左右旁边不有空白吗？你要他怕点着字的话，你就点空白这个地方，就是没空白的地方就不会了，因为这个宝箱就在这一块。等他99万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这么点就可以了，就能抢到了。谢谢我们的每日哥，感谢每日哥。没有刷10张的就刷10张，宝箱在哪里看？上面有一个宝箱哈。就这个地方点有一个宝箱，看到吗？完再点一个公会票，这不有两个档吗？这个地方就这个小猪，嗯，这个地方有两个档，你点上面宝箱就是宝箱，你点下面公会票就是公会票，你点上面宝箱它就转就出来了。现在已经98万了啊！我说准备的时候你们就开抢。94万了啊！快速度，等他出来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99万8，快了啊！谢谢我们的双鱼，感谢我们的小哥，现在就点就可以了。50张，报数来报数，我50个啊，我是50个，你们是多少个？啥不是？咋的了？你又是没抢着吗？还抢急眼了呢？来，免费的出来了啊！免费的出来了，送出来！没有送出来的，把免费送出来！抢票了，抢票了，把抢的票刷出来了啊！哎呦，这免费票好好的。咱免费票能不能给飞凑个整，兄弟们，免费票能不能凑个整？现在是39万6，能不能凑到40万？40万的目标。免费票是那个银色的啊，助威票，免费助威票，加油啊！对，要关注这个免费票。还差一小点点，能不能免费票凑到40万？免费票凑到40万啊，差一点点了。对，这免费票还有呢啊，还有呢。有小号的兄弟们上一下小号，把免费票也送出来啊！快了，这都是免费的。OK，看看免费的有没有没送出来的，还差1000多张票。免费票，走一走，免费票，凑到40万啊！守护团有40个，守护团直接有30个，战役团刷5张呢，就会有20张免费票。帮我这个小桃心直接送一送，那个有颜色的是什么呢？有颜色是抽奖的，抽奖的在包裹里边是有颜色的，不是抽奖免费送的，是银色的。谢谢我们的笑笑，有一毛党的直接走一毛党，我们直接给他凑成整数了，兄弟们，感谢余额不足哥，感谢兄弟们送来的免费票，送5张公会票就会有1张啊，就会有20张免费票在你的包裹里，包裹里打开之后送出来，到12点它会有期限的，几个小时就过期了，没有送出来一定要送出来哈，差一点点了，马上就40了，太给力了这免费票啊。守护团的兄弟们都有，守护团就是不刷5个他也有，
如果参与团的兄弟们刷五张就会有二十张，刷五张公会票就会有二十张付那个免费票。还有没有了？还有没有了？应该还有一点点，再差一点点啊，还差一点点，我们就完事了，我们就到四十了。OK， 开始我们进行下一场小 PK。一会儿给大家来个这条街。哒哒哒哒哒。欢迎我像是世远哥，我像是世远哥是不是掉下去了？常老师再抱一下像是世远哥。如果说如果大哥会出那个出直播间的话，他就会掉下来没许，完了我们看着点掉下来给抱上来啊。报告，忙完了抢完了，这条街这名叫这条街。哎，你好，主播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，你好，那我们一人一半的时间怎么玩呢？唱歌吗？还是你是唱歌主播吗？怎么都行，我是怎么都行。嗯，谢谢我们的笑笑。那要不我先来吧，一半的时间留一半时间给你，留给你，正好我也来一小段歌，也再次感谢，谢谢我像是世远哥，这条该送给我像是哥。机会说抱歉，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天，我的笑容这么调节，我愿看你忧郁的双眼，再多的感慨都化成了无言。有多少花开花谢已经远去，依然想你当初的笑容，你给我留下无尽的缠绵，珍藏在我心间。如今已是多情劫，沧海桑田，你已不是当初的少年。我永远怀念你陪我走过的每一天。我们百元宝还差三个了，兄弟们。我成功哥，好久没有走过这条街，因为我不敢触碰思念，对你我有太多的亏欠，只是没有机会说抱歉，不曾想到说的那一天。好，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对面的主播，我先闭麦了哈，谢谢我自由飞翔哥，欢迎大哥。一傻傻一个，一傻就一傻傻一窝，怎么都这样，都怎么都傻了呢？天地山水，抽奖怎么能抽错呢？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北走到黑，我要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
看我的鞋儿也破，我的帽儿也破，看我的袈裟也破，但我心里干净得多。有钱过有余活，我的猫有余活，反正遍地杀不尽的野草，还扑灭的野火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也肯定被卖过。你想要正经的活着，可实在这世界不正经的太多。于是你忘记了童年的书，学会了同流合污，学会一再不在乎，因为这里神经病太多。来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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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现在也要斩妖除魔，何时才能遇到你呀？仅仅是路过，我躲开了乐是因为我满身泪火。哎我，谦虚自满吗？不怕死，反正我啥子都没得。人生在此，哪会一辈子没曲折？开路的先锋要打破旧的规则。我都没有劲儿了，真是对面大哥太用力了。太用力了，我天呀、啊！直接就劝退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师傅啊，谢谢师傅，嗯，就正常操作我们属于。谢谢，感谢那个，感谢欢乐哥啊，谢谢，感谢师傅，也谢谢我们的自由飞翔哥，谢谢正常操作。劝退了，劝退了。欢迎欢迎那个明明哥，欢迎明明哥，你唱的这个歌叫什么歌？我好像听过普星生盖的，嗯，这个歌一般人唱不了，因为它有好多拐弯，那个地方像我就唱不了。我听过这个歌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人翻唱还火了呢。这个不知道啊，我中国好声音普星生还是好像中国好声音里边有一个翻唱的，是不是普星生、啊、这个我看看啊，刚才我唱的叫啥来着。对，普先生，普先生，一下给我整，给我自己整的，我都忘了。嗯，不好唱这个歌。哎，那个时候我还要学呢，他们有要听的要学，学不会，然后我就记着，我还要是不是中国好声音里边有一个好翻唱了吧？是好声音里边还是哪个节目里面比较火的？哎呀，反正这些音乐都是一样的，感觉就是如果每一个音乐听的次数比较多了，差不多都能学会，只要。反正虽然我五音不全，哎妈，还不全呢，这还不全呢，这可以了。其实我也想唱歌，王健林嘛，啊、哦，但是我五音不全啊。啊，那是假行僧呀，啊，那是假行僧，他好像差不多吧。嗯，因为他俩这个也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他这个是改编成说唱版本的嘛。哦。嗯，对面上年度，今年这个年度就和咱们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没有报名吗？不是没有报名，是我们工会。我问他，我说咱们不打工会赛啊什么的吗？我说人家都在打的特别激烈，我说咱们工会怎么不打比赛吗？我说怎么我都没出现那个血条啊？告诉我，你晚上直播上午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。我说啊，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掉出去了。这个上午还怎么？他还分上午吗？不是到零点结束吗？不是，那天好像应该是就是什么淘汰啊，直接就给淘汰了。哦，你工会叫什么名字？九七就是一个小工会。哦，好像，但是好像也有好多主播，也碰到过好多回。嗯，咋说也没太多主播，好像就二三十个主播，现在就再播的就是现在就这些。嗯，有缘无分了，明年再说吧。加油！我还奔着年度继续加油。我们也是硬挺，我们这工会也是硬挺，一挺到现在。不是，这还硬挺呢？这硬挺的。这还硬挺呢？你这要硬挺的话，那我们工会我估计黄摊子了都快。我们就硬挺啥的，这挺到现在的，反正有挺头。啊、能坚持就最棒。现在。人家都说不比财团牛逼，不比主播牛逼，能坐着直播就已经挺牛逼的了。差不多吧，因为现在直播时长全拉长了。你要是说往这一坐，直播时长挺长的，那都非常努力的人了。啊，拜拜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好，拜拜。唠嗑都属于神嗑吧，一般人听不懂。
谢谢师傅，谢谢我自由飞翔哥还有成功哥，谢谢我清香白凉哥，还有我们的雨宁哥，雨宁哥应该卡上滑了哈，谢谢我们的风生水起，还有总的带风哥，还有彩涛哥，笑笑，以及我们的阳光哥。谢谢师傅送来的万元宝，就有这个韧劲儿啊，就能挺住。做飞翔哥，为什么一给你唱歌你就退出频道？是嫌我唱歌难听吗？因为啥呢？你跑啥？这歌不叫诺言，这个歌叫风中的承诺。要不我给你唱首歌，你别跑了啊！我给你唱首歌，大哥，我给你唱首风中的承诺。我好像没有咋唱过这首歌。惊醒我沉睡中的梦，你我的心沾满了昨日的伤痛，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欲望，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，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错，何处是我最终的去留，曾经在风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，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。谢谢啊，感谢我成龙哥，谢谢明哥，谢谢我自由飞翔哥，就飞翔大哥想听啥歌就跟我说，给你安排。风声
名字叫好人一生平安，好听吗？我也觉得挺好听的。宝箱已经是50万了啊，宝箱已经50万了，想抽宝箱的兄弟们可以刷10张那个公会票，好听。好，休息一会儿，我要开始了。反正就日子还要接着过、啊、哎 ，Hello， 又见面了，都需要你的爱，大概是个哎呦这么个意思。哎，菲儿姐姐，哎，又见面了，嗯，见面啦，谢谢我们的残梦哥，嗯，那咱还是唱歌呗，好，唱歌都这么好听，那我们唱歌，嗯，好嘞，那我先还是你先，我先来一句，好，那我先闭麦，好。哎，为什么是我知道了。好，我们换一个平台，这个平台没有这首歌。好，要不我先吧，你先找一个。啊，好，也可以，好。嗯。谢我们的人生如戏哥，感谢更新哥。的手张开吧，淡出来别犯傻，问一问能回答，是谁先给这份感情掺了假，你累了我哭了，松开手还是结束吧，剧终了人散了，看看谁走得比谁更潇洒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有些话不说一把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再来再去，泪如雨下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有些话不说一把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原来幸福只是一朵。我就交麦了，唱到这吧。好，好听耶！大家一起上上票。这首歌好有代入感呢，一个不小心就哭唧唧了。好，给大家唱一首，我们都一样。嗯，明天是8点钟了，明天正常。推开窗，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。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，一闪一闪的光，努力把黑夜点亮，气氛如此安详。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心，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。这世界那么大，我的爱只想要你懂，陪伴我无尽旅程。你知道我的梦，你知道我的痛，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。努力地往前飞，再累也无所谓，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，就算有再大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
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好，我们就到这里吧。对，到这里了。谢谢谢谢，感谢自由飞伞哥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八度，谢谢丫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刚才那首歌叫什么歌？哦，我唱的那首吗？嗯，叫做《我们都一样》，好听，好像我在哪里听过。他是那个快乐男生的。嗯，对，快乐男生。应该有、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唱的？好老的年代，是比赛的时候。这是他们那一批快乐男生在二十强的时候还是十强的时候唱的，谢谢八度，对，然后唱了这首歌。嗯，好听，我好像记得在那里听过，忘记了。对，但是然后是听过。对，他应该是真的是很久以前的歌了，然后就是时隔多年，我会觉得有一些老歌我事隔多年去听还是会觉得很好听。嗯，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。有些歌你就是过了多少年一唱都感觉非常有味道，但有的歌吧就是过时了，可能啊，对，就是真的过了就不行了。对，过了就不行了。嗯、对，就过了就好多歌，就像上个月的歌哈、或者是去年的歌，你再唱出来就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就没有那个味道。啊、是，对，火的就好像我记得去年火的那个什么学猫叫，还有什么、现在没有人唱了。对，完全就是销声匿迹的感觉。嗯，对，那个时候火的都不行了。啊、至少有火的歌就挺好的，我还蛮羡慕这件事情的。对，其实火就不容易，但是你要是真的火了，就可能就火的特别火了，之后可能大家都听，可能就是听的有点听的就有点腻了，估计应该是这种感觉。怎么再唱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我那天有跟我的朋友们在就是去聊一个事情，就是好像以前的歌。就是在10年以前的歌都是过了很多很久的时间回来听还是会觉得好听的，然后从10年往后的歌好像就是一年的就就是包容谁唱的了你知道了吗？包容那个叫郑源是吗？郑源他的歌有的时候我还会听听他的歌啊，我知道他，我有听过他的歌，虽然我跟他的年代已经对就是离得比较远了，但是对他那个时候那些歌都好火，有的时候还会翻一翻，还有什么还有刀郎的歌，那就我们家刀郎也太久了吧，还有刀郎的歌，对，刀郎会不会太久了？还有比这还久的呢，刚才我唱的歌叫好人一生平安叫啥了，那个李娜吧，还有李娜不是打网球的吗？不是，唱歌的，是不是叫李娜？看一下，这个我就不知道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刚才我唱的歌叫《渴望》那首歌，太远了。那个有点遥远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那个都还好了。对，那个其实都不会唱的，我都不会唱。那个我也不会唱。对，那个也对我来说也是过了特别特别长时间的那个了。嗯，好吧，辛苦范儿姐姐了。哎，好，有机会再见，范儿姐姐。哎，拜拜。我记着叫李娜呢。老师那都是前辈了，这是复仇了吗？这是咱俩复仇了吗？我都没有看到，我这一门还放着呢，这刷刷刷全是这玩意儿。我寻思我也那咱还唱好久不见啊菲儿姐那咱俩就唱点歌吧。咱俩好，可以，那我先来这回。哎，行，好好啊。那这个来，朋友们，给大家唱一首《老鼠爱大米》。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有种特别的感觉，让我不断想，不断在忘记你。我记得有一个人，永远留在我心中，
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。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，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，永远不改变。不管路有多么远，一定会让它实现。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，对你说，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依然陪着你。我想你，想着你，不管有多么的苦，只要能让你开心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我只要爱你。啊，欢迎 Freya。对，老鼠爱大米啊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也来一首《红唇》，你们比较喜欢的一首歌。还有票的兄弟们帮忙上上票就好了啊，谢谢大家。嗯，两把手，歌名叫《红唇》，送给两个所有频道的兄弟们。听好听，嗯啊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像菲尔姐姐这种声音是跟声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对，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声卡它只是一个就是让人声能够被能够传到电脑里被大家听到而已，嗯，对，就是这个是完全是两码事，对，大家声卡对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，也有一点关系，是有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没那么夸张嘛，对，就是。就是声卡是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而已，对，要不然就大家都能唱好，唱的蛮好听。哎呀，都差不多，有声卡和没声卡效果有的时候一样，有的时候也不一样。就是因为其实能够，哎呦那个，对啊，这个声音很明显不是的，这个就是真的是
唱的真的是很好听，你可以听得出来的嘛，对，就是声音会很细腻啊，还有那些东西。菲儿姐姐是已经在 YY 直播了特别特别长时间，然后一直都在唱歌吗？差不多吧，六年了吧，嗯。哇，那真的是九到六，九到六。菲儿姐现在应该是工会的会长是吧？我吗？嗯，啊、是的，嗯。啊，那你们现在会不会也会打年度什么的吗？现在就打着呢嘛，没事删一删工会票呀啥的。啊。福利好不好呀？好呀。对，因为这个啊，我听他们，我这里连到另外一个，他们说福利好的要死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应该有参加年度赛吧？有打，对，有在、就是嗯，应该工会有会有年度赛的，对，每个工会的话都有一点点奖励嘛，多多少少都会有奖励的。对这个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、嗯、他没有他不会的，他我记得好像是刚刚签约那个瑜伽了应该是啊，对，我刚刚才签约嘛，然后就、嗯、刚刚签约就开始打年度了、啊、也是挺好的、嗯、赶的时候也好，这个时候、并不好、啊、好呀，那你年度的话个人赛咋上呀？个人赛顺其自然就好了，对的。我觉得你是不是要报男歌呀？也没有哎，就是我可能会跟公司听他们的安排吧，然后有的争就争，然后争不了就不争，反正就顺其自然就好了。顺其自然，因为主要是你是主打线下呀，因为也不太懂，主打、嗯、对我是就是线下会多一些，然后直播真的是因为线下收入养不活自己，啊对，对，线下直播还养不活自己呢、嗯？没有，我说。太厉害了，谢谢师傅，感谢我们的我是道，谢谢，感谢一下激战榜的兄弟们啊，从上一遍感谢一下，谢谢师傅，让师傅破费了，感谢我们的自由飞翔哥，谢谢我们的，谢谢小师傅，谢谢相识是缘哥，还有人生如戏哥，还有黑化肥哥，谢谢我们的小灯，谢谢我们的希望有你，还有我们的梦的怒放哥，以及我们的东东哥，谢谢我们的坏人。谢谢师傅，谢谢长空哥，谢谢我们的黑化肥哥，还有相识是缘哥，谢谢我们的阿奇，谢谢我们的阿，谢谢我们的东哥，感谢我心飞翔哥，啊，是不是我心飞翔哥？哎，谢谢无情哥，还有风哥，谢谢我们的节全道哥，让师傅破费了，谢谢师傅。我把这首歌重新唱念给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师傅，抱一下师傅。就像千里眼里
在已经97万了，没有抢宝箱的兄弟，记得抢一下宝箱了哈！就宝箱来了，97万了，没有刷十张票的兄弟们，记得刷十张票，能刷一张票，能刷一张票，抢一张票，能刷十张票的好吗？刷的多，抢的多，没有送十张票的兄弟们，送一送十张票。怎么不女人吧？师傅，记得抢一下宝箱啊，99万了，抢了，抢了，抢了，记得抢了，抢了。我还来得及刷十张，抢了抢了，这回抢了，这回抢了，点点点了啊！不要说话了，记得抢宝箱啊！还是50张，中微票有啥用呀？中微票就是中微票，就跟公会票是一样的，公会票算一个，公会票呢算10个。好嘞，没有刷出个人票的兄弟们刷，不是刷出公会票的兄弟们可以刷一下公会票啊！恭喜我们中奖的兄弟们，送一送包裹里的免费票了啊！香石哥880张，可以啊，香石哥，恭喜香石哥，这回抢到了是不是？香石这两个这两天厉害了。只要你还需要我啊，春风哥走了吗？春风哥你还在不在了？我要给你唱歌了。是难以舍得。
的风飞沙哥 ，Thank you， 感谢冰冰哥、东东哥还有月影大哥，各个名叫，只要你还需要我，包括那免费票没有送出来的，一定要速度送一下免费票，要再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今天的。你是我的玫瑰，真爱任务没有送出来一个付费的，兄弟们一定要把付费的送一送。如果说债团的兄弟们送了一个付费的，一定要把什么呢？包括这些免费的一定要送出来。债团送五张哈，债团送五张个人票，包括里边就会有二十张的免费票。没有送出来的，一定要把送一个付费的，送完付费的看看啊，送完付费的，包括里边的这个免费的一定要送出来，还有免费的那个桃心也要送出来。包括你免费的桃心送完了之后哈，还有那个付费的也要送一送，付费的还差71个，送完了呀，送完了，好啊，辛苦辛苦，还差70个。70个，加加油，看看谁是不是谁落下了，还有67个，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，看看是不是谁落下了，上一上小号也可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送出一个付费的。谢我们的冰城男孩，感谢我们的一个人，还差66个，666，欢迎我们的小渣渣，包括你免费的桃心送一送，还有免费票呢，包括里边记得把免费票送出来啊、嗯！还有63个，还有63个，自己家的兄弟们看一看你们的包裹啊，免费的送完了之后再送一个付费的。欢迎灯泡哥，送出去了，对，送完了就没有了，没有送出来的包裹了还留。还得有的，有的话就送一送啊，还差60个。新进来的兄弟们，还有新回家的兄弟们，看一看包裹里面有没有送出来。我弹个窗。水晶球，如果包里有 VIP 的情况下，大家可以送5张那个什么，债团可以送5张那个工会票，5张工会票送出来之后，包裹里会有免费的20张。如果你是守护的话，包裹里边会有30个免费的。就是你有守护还有债团的话，你要送出5张以上的工会票呢，他会送你50个免费的。还差55个，一定要送一个付费的啊。包括里还有免费的，直接把免费的走一走，到凌晨的话它就清零了，不送就可惜了啊。送一个付费的工会票也可以啊，送一个付费的工会票也是可以的。我把这首歌唱了，我们都有故事。那些忧愁
要抽奖的话，荣耀殿堂赛车年度里边还有我们的黄金罗盘，中中中中中中中。嗯，哎，对了，自由飞翔哥，自由飞翔哥抽奖了吗？自由飞翔哥，你是等我开龙吗？我不知道抽没抽奖，我不知道呀。谢我喜神哥，谢我们的小灯泡，还有偶遇哥，是不是我好像感觉好像没有抽奖呢？谢我们的小药童，还有我们的红叶飞舞哥。我问一下，嗯，晚了吗？我没看着哦，刚才下了好大的雪，老大了，那个雪呀，那是相当大了。现在扣字速度挺快了，就当做是一场误会。摘肉没有过的兄弟们记得过一会摘肉了啊，还有32个。哈尔滨下雪了，下老大了。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应该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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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就一直在有铲车去铲那个雪，还差32个，没有过的话帮忙过一过。嗯，那风也大，雪也大，呜呜的，嗷嗷的，呼呼的。嗯，这东北话吗？嗷嗷的，呜呜的，呼呼的。你们明白是啥意思吗？我这一顿说，你们懂吗？你们懂吗？28个，没有付费的兄弟们送个付费的公会票啥都行啊。呼呼的是风声，嗷嗷的也是风声啊。哈尔滨太平机场都已经停飞了，这么严重啊？那没有没有听说呀。而且呢还有一点，你要下着雪，你这下着雪，这是雨夹雪呀哥呀，你这开车你这是在哪里啊？是哈尔滨吗？现在我开着空调睡觉呢。像是哥是哪里的？开着空调睡觉。这边我们这边不光不用开空调，而且还得开窗户，有的时候热的，但是我除外。山西，我的妈呀，山西那边都下这么大雪了。啊，原来 YB 哥家是哪里的呀？这一天，呸呸呸，再聊聊天给你暴露了地址。盖着被子啊，吹冷风那不行啊，那不得感冒吗？谢我们的不回哥，我们还差15个，真是着急。今年广州要下雪，广州不可能下雪，那到地下就是化了呀，那就是雨。深圳要热死了。哎呀，你要是把那点的暖，我接个管吧。你我就是没有那个，我就没有那么大能力。我要有那么大能力，我把那个广州的空气都倒过来，把你的热风往这边吹吹，我们这边的凉气给你倒过去，那省多少空调的，还天然的气儿。
就咱俩啊，你往我这屋倒点热风，我完我给你接个管，完你广州接个管，完了给你倒点凉气。深圳，真是我还差十个。想是可以这么想的，想法而不错哈，那是啊。就想想。那你要学愚公，你要学习愚公把秦岭移走。不用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谢我 YB 哥，感谢我 YB 哥。哎 ，YB 哥呀，你开车慢一点，你那下雪呀、啊？我看都是那个啥，又下雪又下雨的话，估计路面得结冰。正常路面又下，如果说哈，什么是最危险的？下雪完，随之到地下就化了，第二天指定是个镜面。你要空气冷的话，指定是一个镜面。丫头毛毛呢？嘎呀，你想他了？那毛毛都长老年斑了，那身上一块块黑的，也不知道是咋的了。我给他剃，我寻思毛长了嘛，我就给推子给他推了，推完之后那个皮呀、啊，一块一块，就跟那个，就跟那个啥似，就跟就那一块一块的，就是一个小盒了，一个小盒了，黑的，可丑了，他比那个时候还丑呢。我们还差六个真人团就过了。冷冷的最好打火锅，吃火锅吗？嗯，不是，它不痒，它就是颜色变了。以前那个狗吧，它是翘板翘板的，现在那个狗吧，它是有点棕色了那个皮。神兽，他搁外边呢。像我们的一只手哥，年龄大，他已经十三岁了。这个狗，他已经十三岁了。这小狗，就什么时候是最幸福呢？就是外边下着雪花，外边下着雨，玻璃上全是那种哈气，屋里吃着火锅是最幸福的。嗯，再过年就十四岁了，这小狗。欢迎晋升元哥。小狗抓回来多大？小狗好像到我家就一岁了吧，但是它是不是抓，它是别人家的，跑到我家就不走了。我们家那个时候在农村住嘛，它那个它前一任那个主人呢，是老丁揍它，完了就给打跑了，完了也不给它食吃。完了呢，我家有个剩菜剩饭呀、啊，就有的时候拿个小盆就搁门口了，完了它有的时候到这呢就吃一口，吃吃吃它就不走了。那就不回去了。完了那个他家主人来我家一看这狗就要揍死他，就说他那个啥不回家。完了这狗就真不回去了，就一直在我家待了十三年。啊，自来狗好事招财，这不是我们家的，是别人家的。别人家的完了可能老耐揍老耐踢，他那个他有的那个就那个我也不知道他牙他是掉的还是让你踢的，反正我才发现他没有牙。基本上全掉了，它后边就有一颗，就后边这边有一颗牙和上边这块，就剩四颗牙吧，应该是。这前面的全没有了。小孩为什么没有什么有票啊？你必须要那个什么，你必须要送五张那个公会票，送五张公会票就有那个啥了，就有五张，就有二十张免费票。
完了你再把那20张免费票送出来就行。自来狗，自来狗是好事，自来猫就坏事，是吗？也来过，来过待两天他就走了。我们家也有养，完了那个猫可能是嫌我家饭不好吃。好像是那么回事吧，嗯。你们这哪儿听见的呀？是猪是白事儿这一天，那来个猴呢？古人的传说啊，那古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我觉得猫来穷，狗来富，它不一定。那你说小狗它不挑食，那你就不管你给啥它都吃。那小猫，那你这指定你家庭吃的好啊，你家得吃的好，它能留在你家。来个猴闹翻天了，嗯，我看真的有养猴啥的，有养那种小猴子的。来个猴是怪事儿，来个猴就闹翻天了。谢谢我们的木子李哥。猫是真不好呀，那没有，你就来过，可能在这儿待个一天半天的，两天三天的，它就走了。嗯，没有养长过，我们家就养这个小狗是最长远的动物，十几年，剩下养啥也养不了。它那个它下的崽儿都不行，它留不住都。他下了好几窝的小崽儿什么的，要不就送人了，要不就跑丢了。球球能换票吗？丫头，可以的。广东人最爱看风水，风水这个可以信，我觉得。他好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，应该有依据的。你家没好吃的？我自己都没吃着好吃，你说他能吃着好吃的吗？我们家这小狗它不吃米饭，就吃那个，你就给它馒头，它就啃馒头吃。土豆它不吃，它不吃土豆，除非你肉炖土豆，那土豆有肉味儿，它能吃。所以啊，两天就跑了。我们家养，我还养个兔子，快养了半年多了吧，就给你们拍那个视频，可丑了那兔子。那个是买来的兔子。可以吃了，到年底不吃。它比我们家小狗都大，现在老什么，那兔子那脾气比那小狗脾气都大。擦亮水沟，我们去休息啊。回忆太美，让我难。
这个宝箱要凉吗？这个宝箱感觉好像是啊，太难了。欢迎睁眼哥，谢我长空哥，感谢我睁眼哥，还有阿凡哥，谢谢我们的白脸哥，还有小丫头，欢迎窝窝哥。不会凉的，还有十多分钟呢。我唱两首歌，我们播到十二点。谢谢我们的晕哥。别问我今生何时再会梦醒，风沙。
起吹不停，深深地藏我一生的爱情。欢迎马平川哥，你加了我微信你不知道我是谁了。一马平川哥，谢谢我自由分享哥 Thank you。我是你飞呀、啊，主播，主播加了微信，主播加了我微信，你是一马平川哥吗？你说你跑啥？听会儿歌，还差1700，就70万啦，1700还是170？谢谢我们的雪狼 Thank you。 你忘了 你忘了我吗？你把我都忘记了吗？你们屏幕上说不是不加微信吗？那你不是特殊吗？本场贡献2000以上就可以加我微信了呀。那你加上我微信你都忘记了吗？那是你的微信吗？那当然是我的微信了呀。那你怎么加完我微信你怎么不记得了呢？还有你也没给我地址啊，你记得把地址给我，我再给你发一遍啊。啊、哦、好，知道了。地址给我啊，我给你发过去了。哎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哦。除了这个我跟你说话的，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光盘的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跟你说光盘的事情啊，我就跟你说了一句，我说地址给我呀，这个是我哈、啊、你加了几个飞儿啊，这个是我啊，啊这儿呢。这个是我，看到了吗？你不要加骗子哈，我没有光盘，我只有 U 盘。谢我们的，感谢我们的雪狼哥啊，谢谢我们的小药童。我以前加了三个，那个都不是我啊，我的微信号是3F4823，这个微信我有啊，是啊，我这不跟你说话了吗？其他的都不是哈。谢谢云哥，还有 NW 哥，谢谢小灯泡哥，还有飞翔哥，也谢谢我啊，七彩庄园哥。只有刚才我要你地址的这个是真的，那都其他的都是骗人的，那不是真的啊，那都是假的。估计还有3分钟，应该是凉了。我觉得哈。差一个小金人，一个小金人70了，差一个小金人就70了吗？这个哈，我觉得官方应该咔给他冻上，完了明天10点的时候再接着来，这才公平，是不是？还差多少？我还差多少？我你找找，我还差一条美人鱼，爱乐之城也行。就可以了，这个飞儿假不了，我说话的我现在这个是真的，其他那个都是假的啊。微信跟你刚才要地址那个是真的，我转播那个头像是我的，那我多给点，那行，那你多给我几个爱乐之城也可以。谢谢大哥，感谢一马平川哥啊，谢谢一马平川大哥，谢谢大哥送来的美人鱼。漂亮。就是带小猴那个就是你呗。对对对，我的名字就是我，那个就是我。你看，你都没把我记在心里边。你再罚一个。
咋能还给我忘了呢？加上微信，你太不重视我了。你今晚开心了，嗯，开心。哎，你要是进到我直播间，你不要乱走，嗯，你不要乱走，因为微微上你一滑动就去别人直播间，你就听不着我给你唱歌了。我开心了，啊，你开心了，我也开心。忘了没事，从头捋一捋。我多想，谢我外地哥，外地哥你到家了吗？这是来一首你莫走，对，应该来一首你莫走，来了。经常在视频上面听你唱歌，你买平常歌，平时你听我唱啥歌？欢迎铁粉哥啊。来首你莫走，什么歌我都喜欢，只要是我唱的都喜欢，是不？你莫走，送给大家，送给大哥。妹儿啊，走你莫走，唱首歌歌吧。歌中有我对你的真心，说错了，没错呀，不走，歌中有你的温柔，哥哥哥哥我不走，妹妹陪你到白头，陪你直到星星不眨眼，陪你直到两座山沟，你我的温柔，哥哥哥哥我不走，妹妹陪你到白头，陪你直到星星不眨眼，陪你直到月亮落山沟，你不走我不走，天过的修不我刚才就是说把地址给我呀，我再就没有跟你说话，这个是我的微信，嗯，你看一下这微信号你会看到吗？你会找微信号吗？你看一下是哪个是我，这个是我三个 F4823 完了，这个头像的是我，嗯，看到了吗？剩下其他的不是我啊，知道了， OK
好嘞，完你把那其他的，如果你加了其他的别人，你就给删除就好，他们万一有病毒呀什么的，你就给他删除了。嗯，谢谢，感谢我飞燕倾城哥，谢谢兄弟们送来的每一份礼物，谢谢红野哥、H 哥，还有我们的飞岩哥，还有小呆瓜，以及我们的小灯泡，谢谢我们的尘埃哥。大哥，你别把我删除了啊！对，你别把我删除了，你记得给我备注一下。你跟他说一句语音，好，我跟他说一句语音，哥哥不会，没关系，我教你。我给你发一句语音，你把我备注上啊，我给你发过去了。你要不会备注的话，你把我啊，你把我那个置顶就可以了。哦了哈，我给你发个语音了，我直播发的，你应该看着我直播了，我拿手机给你发的啊，备注是真肥儿。假的你要是那个删除的话，你找到你俩的聊天记录，老铁没毛病。好，假的话你找到他之后呢，你给他删除了，有上面有三个小点点什么的，你就删除就好了。自由哥有微信。别弄错啊，我再来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休息吧。嗯，我来这首歌吧，因为外边都下雪了，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。霜雪，欢迎送给我们的一马平川哥。你就记着，贝儿喜欢那个爱乐之城，那就是我。开心的美人鱼。回到我们曾经的世界，我们在雪中追逐嬉戏，串串脚印在我心底，还是那个飘雪的冬天，你和我分手说再见，望着你离去的身影，雪花化成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天空我苦苦追问，为何老天要欠作者情缘，每当雪花纷纷
然脚印在我心田，还是那个飘雪的冬天，你和我分手说再见，望着你离去的身影，雪花化成泪水模糊我视线。小龙虾哥要一个是吗？一会儿给你做啊。每当雪花纷纷飘落，平川哥，你点这个地方，你点上了它之后吧，你找到那个赠送旁边会有个小箭头。我的百元榜够了吗？应该够了，庄园哥，我给你瞅一眼啊，这个地方有个小箭头，你一点1314，你再送，他就送一道光，老漂亮了。还不会玩？没事，我教你，慢慢来。我看你会刷一个，你不会调整一旁边。完了，有一个上下箭头，这个地方赠送旁边，你送礼物的旁边都有个上下的箭头，你点一下这个数字，完了找到最大的数字是1314，完了一点赠送就可以了。嗯，有个箭头。好嘞 ，OK， 发过去了。那个光是紫色的。嗯，你要点就是赠送旁边那个箭头。嗯，你要不到几点，我这就下了。是不是我还不够资格？不是的，你只会刷一个一个的礼物。我看现在咱们不拉这个公会票嘛，这公会票就比较难嘛。我现在我教你刷公会票，这个公会票是1块钱一张的，这个礼物呢它是520块钱一个的，美人鱼呢是2688的，像还有这个爱月城堡是2222的，这个大哥应该就会刷一个一个的，不会挑数字。它旁边这个有一个符号嘛，要不阿卡你给我找那个挑数字那玩意儿咋挑的，你给大哥做一个图。手机在歪歪上刷礼物呢，就是代表对一个主播的喜欢和支持。嗯，打架的时候刷1314，那老快了。我以前也不会，像是哥以前也不会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这个图也太那个啥了，你这图也太复杂了，我感觉我看你这个图都不会了。啊，这块。正常送礼物的话，你看送礼物不有个小箭头吗？看到了吗？这个小箭头有一个大于号小于号，这个完了之后呢，你就一点它的时候会有1、10、30、66、188、520、1314，选择自己喜欢的数字，嗯，就可以了。
完了之后点赠送嘛，赠送旁边会出，你赠送完一三一四旁边会有个圈儿，你这个圈儿，这个圈儿在这儿吗？你看这个圈从这块开始跑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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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个圈就自动没了。你要把这个圈没之前，给它那个点上，它就可以这块就有乘一，这个地方会有乘一、乘二、乘三，你可以点到点不动为止。啊，这个学费有点贵，这个礼物有点贵啊，主要这么刷的话，礼物有点贵。老大，我会了，但余额不足。完蛋，哼！实在不行，你叫大哥美人鱼。嗯，美人鱼的话行是行，美人鱼确实有点小贵，因为它2000多呢。我上面没有啊，有的，有的，你好好看一看，每个里边都有的。但是你要把那个鼠标啊，你把那个鼠标，没事，小问题。你要把那个就是你要点的送的礼物，你一定要点上那个礼物之后再下去选择。你要点上礼物，下边点好了之后，你要点美人鱼的话，它美人鱼的话它就一个呀，美人鱼它就一个，你不要点美人鱼，你要点这个公会票，完了之后你再点它。卡黄是两组188卡黄，乱斗的时候一组188公会票卡黄，看到了吗？嗯，哥给你刷10万，谁给我刷10万呀？问题是不会呀，会，慢慢来就会了，别着急，我不着急。刷10万是大哥呀，不是刷10万是大哥，他可以刷多少都可以的，嗯，都行。你用手机教他，我手机教他，他也看不着，还没有这个清楚呢。都是好大哥，喜欢费知识费事的费尔的都是好大哥。嗯，我可以把图给你发过去，你看图也行。主要你得细瞅那个小鱼号的特别难找，就是礼物旁边的你点一下它就出来了，但是先期你必须要把你选择礼物先选择那个工会票，年度工会票点上之后才可以，他才可以选择。我喜欢看你跟梁红 PK， 支持的都支持丫头的都是好大哥，两个唱歌都好听，唱歌都不错。嗯，是的。但是呢，我掐指一算，你喜欢我的还是多一点的喽。必须的嘛，切，一下就明白了。大哥应该是头条来，他是应该看我视频来的。嗯，看我是小视频什么来的。当当当，不逗了，不逗了。我天天在车上放你的音乐，那个哥，你把地址给我一个，我明天给你邮寄我的 U 盘。欢迎春风哥，嗯，不行，你逗的话太难了。那你们那个啥呀？哦，大哥应该 KS 来的，有点像，一整就没毛病，一整就老铁啊，一整就666，应该有点像那个意思。应该好像是那么个意思。不管哪来的都是喜欢我来的嘛，动我来的。逗一个送送免费票啥的，嗯，我也要 U 盘。那兄弟们不喜欢谁来呀？对呗。那行，那我来个乱斗，兄弟们能搭把手的，我来个最后一个。我来个最后一个乱斗，我们就休息。完，你们想想那个想送啥，你们就送啥；想抽奖，你们就抽抽奖。如果包裹里面有免费票，就走走免费票；有抽完奖那个助威票的话，也可以整一个助威票啥的。嗯。我来个最后一首歌，来个最后一个乱斗。能帮忙的就帮忙，帮我上一下乱斗就好了。谢谢大家呀。
一帮的点点关注上了吗？是，对，给我一马平川，给点点关注。哎，看到菲尔姐了，我现在能听见声音，看不到图像。我也是 me too me too， 我也是这个样子姐。哎，看到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看到了。好久不见，姐。好久不见了啊！啊，欢迎你回归啊！欢迎你回归啊！完了之后呢，我看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就看了。嗯，回来也好一阵了，天天好一阵了。对，你没事的话帮我回复一下，啊、上歪歪来找我，别跑丢了。谢玉成哥、嗯，那咱唱个歌啊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咱们先唱一个吧。行，完了一会儿唱完我们再聊。行，你先来还是我先来啊？我先吧。好嘞，来吧。对我说，你说我们之间没有承诺，这现实的生活让你经不起诱惑，你说你已经顾不了那么多，其实我好像真的对你说，其实我现在真的好难过，你背弃了承诺，将我的爱肆意挥霍，难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？我爱你全心全意，却被你伤得彻底，当我用尽全力的去爱你，最后你选择想要心的哭泣，当你带走了我全部的爱情，还要不顾一切去爱你，死心塌地。夏雨辰哥，中间伴奏挺长的，我就先到这吧。嗯，给我们那个。行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大家有票有礼物上一上，谢谢一马平的大哥送来的美人鱼，谢大哥。好嘞，那我要给你唱一首那个歌吧，唱一首男生版的，你唱这首歌超级好听，我学这首歌就是因为你唱这首歌，思念尘沙啊，送给你，也送给直播间的所有兄弟姐妹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像作大散乱的头发，还缠绕着我对你的牵挂，如何才能放得下，怪我太痴傻，原来思念是这么的可怕，雨声在滴答，我已哭到沙哑，爱过恨过的我就像个笑话，曾向往的梦被你狠心抛下，写的过程是如此的苦辣，风狠狠的刮，思念的在喧哗，伤过痛过的我还是放不下，一盛开的花被放逐到天涯，随岁月凋零成一片风沙啊，唱一半吧啊，大家有票的呢稍微上一上，要拉低姐的 GDP， 赢可能赢不了，哎，瞎唱瞎唱，真的那时候就听你小号趴你直播间，我听你唱，我还真好听哎，真的，我一搜啊，思念尘沙就唰就搜到你唱的了，完我就听，我就没用他那个。谢谢大哥，嗯，感谢一马平川大哥送来的那个，就叫啥了？殿堂啊，叫什么了？那就叫爱乐之城啊，爱乐之城，殿堂不是那个殿，不是叫黄金殿堂，叫什么了？啊，哎，这小金人叫啥了？小金人殿堂。
啊，是小殿堂。哦，对，就那小金人嘛，中了奖之后会有个小金人拿个奖杯啊，什么玩意就出来了。我没见过，没有见过，不好意思。感谢马平川哥，谢谢我们的铁大爷，感谢兄弟们，谢谢知音哥。你要播到几点？啊、都这么晚吗？我播到一点姐，我把这个任务给过一过啥的。这两天那个怎么说呢？反正就是都在拉工会票嘛。啊，你得过任务呀，有些时候咱播的时间也久了，其实家里现在条件不怎么好，真的。但是呢，都这样，不光是那个啥，个别直播间是好的，大多数的话还是就是还是跟会跟这个环境呀什么的有关系的。嗯，希望 YY 的这次引流可以真的一定会成功的，作为百度的员工，对，一定会成功的啊！加油，百度的员工，百度加油 ，YY 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嗯，真的能成功吗，姐？真的一定吗？你就这么坚信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看咱在 YY 上做直播，指定希望平台是越来越好的呀。嗯，但是实话实说，我就真的讲真的 ，YY 主播它的质量真的非常高，不是因为咱们是 YY 的主播，它确实高，确实高确实高。你看外站很多人在 YY 就是不起眼的、混不下去的人在外边外站，什么快手什么当一哥没问题，我操，一个个都特别牛逼。真的，就 YY 主播在这里边就挺难，就是 YY 主播其实真的 YY 对能力很强。直播而且你说直播内容真的是嘎嘎好，因为我也拿小号啊，或者拿没事拿号啊时候去各种平台我也去看过，真的、哦、他们的直播那 PK 我的天，或者是什么的，真的就是那个就没有说是就一半一半，基本上可能我看的都是没有看那种，对，就是反正因为他们都是有个直播广场啊什么的，我也看那个啥，他们那个对对对对，他们那个跟咱们这边还不太一样，他那边就比较哎呀就反正个人能力没有 YY 的高一些，真的是这个样子，就不管聊天啊、直播的内容啊，对吧，你唱歌呀、才艺啊，真的 YY 的主播绝对我觉得是所有平台当中第一个，没毛病，可能有的平台人家都会有拔尖的，没毛病，哪个平台都有拔尖的，实话实说。但我觉得 YY 的那个啥 YY 的主播真的都特别优秀，他就给点，对，你正儿八经的你把这个人气引来了你就放心吧，我们肯定能给你弄得虚虚浮浮的，对，高高兴兴的，真的，百度呀，真的，李彦宏，你要看着的话，真的 ，YY 主播一点不差，只能说我们现在这个平台没那么好，但是我们的梦想还有，我们现在真的看到了黎明的曙光。我们的动力和梦想都有，就差一个，就差一个，就差一个，就是往外推一推咱们，曝光点，曝光度，往外推一推啊什么的、啊，做一做什么的，嗯，加油吧，一定会、这个，一定是这个直播平台的首席的，真的，没毛病。咱这直播的质量，你工会的主播质量也高啊！我一碰到七彩的，我就知道唱歌的。我说你唱歌一定好听，真的。基本上他们唱歌的比较多，有专业的也有不专业的，专业的还多一点的。哦，我就碰到他们，我说完了，这把肯定是说实话，并且条件还都挺好的，真的。还好，加油姐吧！希望你跟七彩越来越好啊！拜拜姐，加油！拜拜，好嘞，好嘞。我家主播就是专业，你说我吗？我其实我不是专业唱歌的歌，我是一个业余的，就属于那个就属于野蛮生长的一个唱歌主播。哎，你说我要是从小要有那种音乐这个底子，那就不是我了。你比专业唱歌的还好听，不，这就是一个欣赏，你就是喜欢我多一点。而且你欣赏我这个唱法呀，就是习惯听着比较入耳，不管你唱的有再好听，有人欣赏你他就是好的。大哥这扣字速度可以呀，我看挺快呀，那你咋能不会刷票呢？要不咱们也过过任务啥的呗。这你要是把美人鱼要换成票的话，我的任务都过完了。我这个任务要换成票的话，我任务都过完了，哥。你再试一试啊，你再试一试，你看看能不能点动。这个你点一下，你不要点美人鱼，你找一下，点两下，要不你点两下工会票，慢慢的点两下。完了点完了之后呢，你在这个地方有个小箭头，大于号小于号。完了之后你可以换成1314点赠送，真不会玩。嗯，没事，那你咋方便咋来吧，大哥。大哥怕麻烦，美人鱼比较方便。一个美人鱼的话，这一键相当于点1314的话，就普通的1314话点20几下呢。这一键点20多键。
我的金牌，我的金牌还有一年多吧，还一年多呢。谢谢我们的柚子君。Thank you。你别一进来，你别把那个一马平川哥给整懵了。他应该平时的话很少玩 YY 的平台，几乎上来的话，上平台应该也就是看看我什么的。嗯，大哥，你就是看你怎么方便，你喜欢刷什么就刷什么。我乱斗的时候，反正能赢就行。因为你刷这个是 YY 上最豪华的礼物，最贵的礼物叫美人鱼。我因为我怕那个一马平川大哥太破费嘛，我现在让他换一个便宜点的啥的。但是你要强制的非喜欢刷爱乐之城啊美人鱼的话，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就怕太破费大哥。欢迎句号哥。谢无名哥。礼物栏的第二页啊，你说公会票吗？就是刚才送了一张公会票，在礼物栏的第二页。欢迎无名哥。没事，小问题。那大哥，你要再送一个美人鱼，我就万元榜了。算了吧，就趁去你走吧。我也没呀，没有选择呀。小无名哥，不甘心又没办法，挽留不过徒挣扎，就算是死。
上几点，我跟你我提前告诉你敏哥啊。当哭声哭到又喉咙沙哑，疼痛才能得到缓解呀。多少委屈我默咽下，多少难受不能喧哗，我真的后悔爱过你了。喘息时哭的那一段情话，好了伤管理给随风哥卡个黄吧，十三级了，问了半天，胖胖你看一下哈，看一下可以卡一下马甲，问半天了应该是没有看见，我都没有看见，叫什么随风吗？王氏随风哥，王氏随风哥，你在公屏上扣个字儿。哦，看到了，但是你没有穿4823的马甲哟，啊，我看你打哈哈了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可以改一下咱家马甲格式啊，都十三级了，还没有4823呢。我还是九级呢，不着急，相识是缘哥，加油！平时听我最多的是啥歌呀？一马平川歌。谢我往事随风歌，比西。十三级太不容易了，嗯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送来的棒棒糖，都喜欢，那不得有那个专属的两首歌吗？最喜欢的呀。真的都喜欢，那你喜欢听慢一点的歌，还是快一点的歌？嗯，我放一下，找一点慢慢的歌，放一下歌，啥歌都喜欢。这大哥这意思就是你唱啥我都喜欢，啥歌都喜欢。去年12级，后来掉到0级，又重新起的，那太难了，相识哥。因为你唱的我都喜欢，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一马平川哥，你送完了美人鱼，旁边有没有那个圈儿？就是有一个像小跑道的一个圈儿，应该你送完礼物旁边会，不管你是送一个也好，或者送几个好，旁边应该会有个圈儿。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圈儿有没有。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连着点，他11个还是10个他就是全服。哥哥还不够格呀，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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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能换了 P40 吧。什么换了 P40？ 10个吗？10个就是全服的，夸一个飞机。是10个还是11个？我记着好像10个，不就是11个。以前是苹果，那估计是你以前是苹果，现在就是那个啥，嗯，我屏幕上只能看见一个公会票，啊，不是，那是在礼物栏里边，不是一个公会票，嗯，是一个礼物栏里边啊，城堡是11个，美人鱼是10个，哈，我记着好像不就10个11个，嗯，它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给你找一下啊，嗯。应该是你旁边会让你送一个公会票，是一个小圈圈一个礼物，正常你要点它的，你要填这个公会票。哎呀，阿卡你就不能做一个今年的，这都是去年年度的票了，你瞅你懒的，你这都是去年的，好像你能不能给我整个新的，去年都没有爱乐之城。你能不能给我整个就是简单一点的一个大横版的，就别整一个竖条，给我整个今年的。你怪大哥找不着，去年的能找着吗？
扣工资。嗯，不扣不扣不扣啊，你好好做吧，你要扣做好了给你加鸡腿，做不好就创没扣。他好像好像没有那个功能。有的，一会儿我给你转播你就有了。做一个清楚一点，这都不清楚。哥哥用的是老年机，哥哥不用的不是老年机。简单明了粗暴。好了，你就给到时候画个框框就行。谢谢我们的空城哥啊。那一马平川哥，你在别的平台也支持主播啥的吗？还是就支持菲儿啊？我才不相信你用的老年机呢，我不信。哎，我低调哥着急了，低调哥先给我来一个，可能是不是那个在这一点的公会票呀，哥，这个是不行的，这个不行，你点这个礼物栏里边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小礼物栏里，这里边你应该是点的这个，应该是这个，他找不到。完了之后呢，你可以在这儿扒楞，扒楞来扒楞去，你可以找到这个。你看出现一个小框框的时候，完了你再点这个，这块有一个小个括号。你点一下括号就会出现这个10 30 66 188 5 2013 14，你再搁手点一下它，完这个地方就变成了1314，你再点赠送就可以了，这就好了。像我们的大先生，大先生点了个1314，谢谢我先生哥。谁又偷偷亲了我一口？不行，我不能光唱歌，我得教教大哥，教不会的话是我的责任。以前有，谢谢我们的东北虎，以前有啊，你买平川哥应该是安卓系统。这个简单，好，这个简单，这个就相当于刚才你说的那个，我说的那个，不要这个哈，不用点这个，点这个黄色的。又有人亲了你，安娜，他们偷偷的，我都没发现，因为一个的话就必须要看明细才能看到。完了之后，你点了这个礼物之后，你找到公会年度票，年度票它不也是一个吗？完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就可以选择从1到1314，你可以点1314，完了点这个赠送，你放大了看看，它会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符号，看到了吗？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括号，我再给你放大一点，你就能看到了。调整数字到1314，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打他，必须打他。下播教你下了播教还不如那个啥呢，视频这块，那视频这块他会呀，你下播教我也，他不也是图吗？那不得你不得还得视频教吗？这视频多方便呀，看这个就会了。谢谢我们的先生，感谢我们的先生哥。你马平川哥，你是不是会呀？他应该不会，那个送的是免费的礼物。大哥说他不会。你不会的话，你就这个地方有个箭头嘛，你就可以选了。玩过别的平台的话，基本上都会通的。没事，不会慢慢玩就会了，慢慢玩就会了。我不逗了，就跟大哥聊会儿天拉倒了。
我就是期待着能有个美人鱼的飞机就好了，十个美人鱼我就可以起飞了。这个简单，因为它不用调数字，一个就摁十下就起飞了。谢谢我们的好几个，还有归去来哥。美人鱼怎么弄呀？美人鱼就是在礼物栏里。美人鱼的话，礼物栏你得找，你要不找的话，它找不到呢。就这个是美人鱼，星河之约，全网最贵的礼物。还有一个这个，爱乐之城十一个起飞，这个是十个就可以起飞了。别把大哥吓跑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要单送的话，尼玛平川哥也送我好几个，也得有个十个八个的了吧？啊，没有，那得有，反正得有好几个了。就在第二页一滑就过去了，一滑就找到美人鱼了。哇，不少嘞，嗯呐。来首歌我们就休息了，没事大哥你可以研究研究。十个我算是要做几天才能赚回来呀，不着急，没事的，馋哥馋定哥，嗯，不着急，馋定哥，嗯，还没下呢，没有，我这就下了，我唱个歌我就下了。抓住你的吻。
手，让我的爱我的梦随你走。多想回到爱的渡口，多想停留曾经的拥有，等着你来牵我寂寞的双手。这首歌我们就唱完了。嗯哼，再次感谢一马听川哥，谢我像是诗源哥 ，Thank you， 还有 NW 哥，让大家破费了。嗯，转播一下，明天八点的时候我们有团战的哟。完了，大家如果方便的情况下早一早的啊，明天我报两个。嗯，明天我报一个，我报两个，太难了。谢谢我 NW 哥，感谢我 NW 哥 ，Thank you， 我们三星任务了啊，到三星任务了，明天晚一定到。但是哈，你把平川哥你得刷那个啥，因为这个团战的话必须要刷那个什么，那个工会票，我不知道你能学会不？你要是学会的话，我就不教你了。嗯，这半天里应该能学会了，我觉得。我或者是给你发个图，到时候我们乱斗的时候，我们乱斗是有团战的，团战的八点时候就开始，就会不会玩慢慢学吧。好嘞，有这句话就够了，谢谢大哥。不管说啥我都喜欢大哥，我老喜欢了都。谢谢大哥帮忙顶的吧，谢谢大哥 ，Thank you。大哥慢慢学吧，我教了好多遍了，让大哥慢慢学吧。大哥想学会的时候他就学会了。谢谢，感谢师傅，谢谢一马平川哥，谢谢我们的自由飞翔哥，感谢我们的相识世源哥，还有 NW 哥，谢谢我们的闲逛，谢谢我们的梦云，还有成功哥，以及一切随缘哥，还有圆缺哥，西风哥，还有乌明哥，谢我们家心如，还有禅定哥，以及我们的柠檬加水，还有我们的一号男嘉宾，谢我们的梦醒啦，还有长空哥、白莲哥，谢我们的雪狼哥，还有我们的无锡爱妃，还有我家静蕊。你会改马甲哥是吗？一马平川哥，你可以改上咱家马甲哥是。谢我们的冬听，还有我们的星辰哥，还有我们的金弹狼，以及我们的 YB 哥，还有迷茫哥，还有黑化肥，以及我们的。飞檐倾城哥，还有星矢哥、如影哥，谢谢我们的茶声哥，还有小妖童，以及我们的小灯号，还有我苏夫哥、变态哥、邂逅哥、朵朵、心雨哥、艾菲尔，还有人生如戏哥、商莫商哥，还有我们的小静雨，还有哎呦媳妇儿，谢谢我们的大先生，还有天高海阔，以及我们的火火火哥，谢谢阿星哥、阿奇姐，以及我们的龙飞之道，以及我们的乔姑娘。行，我复制个马甲，大哥看看会不会。我给发过去，完会的话我们就改，不会的话我们就不改，没关系。我也喝会儿茶睡了。好的呢，那你要是没啥事的话，你也可以留在直播间一马平川哥，一会儿我放音乐你也能听到。谢谢我们的逛逛哥，谢谢我们的小邓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再见，兄弟们，明天我可能还会七点半直播，一定要记得八点的时候我们有团战，八点可能我要来两轮，有可能三轮，完了让大家破费了，拜拜拜拜。